论与别裁天人合一的气数。南怀瑾讲述。第二是隶数的问题。中国历史文化精神都在隶数，隶古代叫隶法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、阴历等等，这就是隶。中国的隶法、天文方面的学问发达最早，而中国所用的阴历、干支等等，代表了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精神。像过去换朝代，明朝亡了，清朝进来，多少人一辈子不投降，清朝统治了中国300年，可是汉民族的知识分子300年来没有投降过，许多人不奉正朔。正就是正月，朔是月初，代表历法。再看今年前刚过世的画家溥儒，大家都知道他是清皇室，他一辈子画的画、写的字、做的诗，莫有用过我们中华民国的正朔，这也是他表示自己是清朝的皇室，不奉我们民国的正朔。当然，也不会用西历纪元多少年，只好以干支古法纪年，如甲寅三月、乙卯五月。这就表示他内心不奉正朔，所以用年号这个问题真有趣。现在我们自己拼命想把中华文化复兴，而文化的精神在什么地方却不知道。这是历所引起的一段感想。而数又是一个大问题，中国人讲历史的命运，这套学问很大很多，还有算命之术。像《论语》最后一段孔子的话中有“有之命，吾以为君子也讲命”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算命的大家在一起吃饭，谈到算命的道理，他说中国人读书一定要会算命，当时他就掉了“不知命，吾以为君子也”这句书袋。我听了以后，不好意思说孔子的这句话，并不是说每一个读书人要会算命。不过这个数字与命字有没有关系呢？还是有关系的。历史有个大命运的。譬如历史命运中数的道理，到了第六就不是第七，到了第九就不是第八，等于地球行度的轨道，到了这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力要下去的时候，若就把它拉回来，要出毛病了。所以天之历数这四个字，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很难讲的一两个字，包括的内容太多了。这四个字发挥起来，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得完的，在此不再发挥。尧在传位的时候告诉舜，这是天命，不是他尧个人的意思。我们看这句话的内在意义，尧把地位交给舜，既非自己的亲戚，又非朋友，更非他的子孙，这就是古代的公天下。他经过几十年，多少次试验，培养一个人，等到自己真的年纪老了，根据历史记载，古人比我们活得长久，百把岁了，于是禅让，表示不是个人私限。历史的精神就在这里。允植其中这句话也有问题来了。经书上有四句话，人心为微，道心为微，为精为一。允直觉中这里只引用了一句话，我们讲中国思想，儒家思想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都用这四句话。也可以说中国文化讲人的学问修养的中心，教育的中心，都在这里，也可以只说一个字中。人心为微。人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，这个危险并不一定是杀人的危险。凡是人都有欲望，而欲望是一个总称，现代说的好胜心、荣誉心、有希望、生活有意义，这些都是好事情，归纳起来都是欲望。欲望的奔驰会使人心非常危险，能毁灭了自己，也毁灭了世界，都是欲望问题。这里我们说一个阿拉伯文化中的故事。中东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，有一个伊斯兰教的老阿訇退休，在山里修道。
有一天，一位中东的国王带一批人去打猎，这位国王射中一只麋鹿，这只麋鹿带箭负伤，拼命地逃奔，逃到这位阿訇的身后。阿訇回头见这只麋鹿负伤，知道有猎人在后面追杀，就将宽大的袍巾把受伤的麋鹿掩盖起来。不久，国王的一名部下先追到阿訇的身前，不见了麋鹿，就问阿訇有没有看见。阿訇闭目修道，理也不理。这名部将问几次都是如此，就说要杀掉阿訇。阿訇张开眼睛，请问部将是什么人？这名部将报告了国王的名号。阿訇说，你的国王是我的奴隶的奴隶。这位部将听了大光火，要把阿訇杀掉。这时国王正好赶到，问明原因后，转问阿訇知道不知道犯了罪。这位阿訇说，事实上你是我的奴隶的奴隶。国王说，你的奴隶又是谁？你讲得出来，可以无罪。阿訇说，你不要生气，坐下来慢慢听。我以前给欲望当奴隶，现在我修道了，已经懂了，再不会听欲望的指挥了，我可以指挥欲望，所以欲望变成了我的奴隶。而你虽然当国王，却充满了欲望，连一只麋鹿都不放过，可现你还是听欲望的指挥，做了欲望的奴隶，所以你是我奴隶的奴隶。这位国王一听恍然大悟，马上拜这位老阿訇为师，追随他学道了。这是伊斯兰教流传的故事，这也就是人心为微的一个例子，思想领导自己正就正，领导自己坏就坏。我们现在说，思想形成了一个观念，如戴有色眼镜看东西，所看的统统不同，当我们怀疑有鬼，汗毛就竖起来了。佛经上就说，不必真的站到悬崖，自己坐住，闭上眼，心想处身于万丈悬崖，如跌下去会没命，脚就会酸软起来，事实是这个现象。这就说明心中欲望的可怕。如果要把这种欲念平静下去，变成道心，那就太难，微妙得很，不可思议。怎样才是道心？我们中国文化中讲了几千年，四书讲道心，宋明理学家也讲道心，佛家、道家、老子、庄子一概讲道心，都微妙得不得了。怎样做到这个道心的境界？要经、要医，最后允直觉中，就是这一句话。